穿上越南传统服饰奥黛，天后蔡依林和家人打跳 Blackpink Jisoo 的开花舞，就令性感扭腰摆臀，动作超到位。蔡妈入镜，没想到马上撞到蔡姐，让蔡姐忙着秀秀自己的手肘，模样超逗趣。蔡依林前往岘港有名的巴拿马山，开心吃海鲜大餐，也放送泳装照及性感美背，其中身穿格纹洋装，展现超好身材。粉丝发觉和她在8年前到希腊游玩时身穿同一件，调出蔡依林亲回对野与粉丝互动。对手突如其来杀球，先是一个反手拍，往前再跨一步，女神田馥甄现身羽球场。受邀参加公益羽球赛，本来就有练球习惯，一口答应。超紧张的，比自己要开演唱会或什么的还要紧张。唱片公司同事就跟我讨论一些工作的事情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最近的心都在羽球赛上面。当作登上小巨蛋前的身心灵放松，接下来同步筹备新单曲。正在台南广野市3C 电子用品摊位前，竟然能听到叮当拿着蓝牙麦克风献唱经典歌曲《我爱他》，一首还不够，他在加码。这首歌不只是电影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曲，也是叮当和陈乃荣主演的音乐剧，刚好要在端午节连假期间在台南文化中心开演，在南下宣传时唱出超高品质的歌曲，让路过民众赚到一场免费的演唱会。报道新闻李彩妮报道。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小铃铛哦。